那就可能有问题，因为那个别人，那别人可能已经做过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刚才这个阿姨的问题还是极其特殊的，极特殊的，对吧？就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对吧？没关系，我们也会继续帮助她的，也非常感谢您。至少呢，我们知道了，要查自己的保单，可以关注一下中国保险万事通的微信公众号。这个是官方渠道，是的，啊，也很权威啊。您完成您这个名下的所有的保单啊。